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1月16号，瑞丰大龙王的7:08所拍摄是4138次，请一眼先看所有签证。幺幺幺七三五幺七三六阿宝全都是1138次，就沿线港四五六，哎苏澳，就沿线港苏澳的幺七三五幺七三六阿福号，去见车，在瑞丰那停港，谢谢哥哥，真的拜拜。哎来来，我的车子来了，4003次就。宜安线开往树林的区间快车准备进了，然后今天2:04:31，然后刚刚看了在送站，本车位与芙蓉道共寮413，在芙蓉共寮之间。那这边是4003次，对，区间开车。1578。哇，也太多人了。太恐怖，我们就要抢位置。哎，太快了！那这边不行，不能抢。4003次，经由宜安县开往树林的区间快车，1578圈。等一下，我看。在瑞丰站，关闭车门。等等，麻烦。